白头到老啊。人家就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们俩在城里干嘛呢？在城里还能干什么？还能？这么多叔叔阿姨祝福我们两个的情况下，我们两个也会幸福，也会白头到老的。等头发白了的时候，我牵着二妹的手，挖着我的腰，带她去广场上逛一下。好，到时候我们两个老了，我牵着你的手，带你去海边逛一下。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说我老了，我都走不动了，那你背我呀，这不是幸福吗？对吧？我年龄比你大吗？我老得快，我比你老得快吗？所以我老了你背我，这不是更幸福吗？对吧？我老了走不动路了，挖着腰这样子，二妹，二妹背我一下，这样子，那你就背我住吗？啊？蹲着练呢。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阿伟不会帅是什么意思？祝福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家人们。女人老得快，女人老得快，对啊。虽然我比二妹大几岁，但是说白了，我们两个到时候她老得比我快哈，还谁知道呢，是吧？我们都看不到未来的，对吧？万一他40岁就弯腰了呢？我60岁的时候还是头发貌似打起，结结实实的西装领带一打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万一二妹40-50岁就老了呢？头发都白完了呢，对吧？我到时候60岁的时候，我还是西装领带一打，这个貌似一上，搞个侧背头，对吧？万一呢？万一坐轮椅了呢？那我就带着我的广场舞伴跳舞给你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跳舞了，不跳舞了，你看你的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你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播吧。不跳舞了。还跳舞给我看是什么意思啊？开玩笑，我稀奇看你那些跳舞吗？真的是，我看你跳舞吗？到时候你把你观察舞伴带来。他说我老了，我坐在轮椅上，然后他，你说拉着什么跳舞给我看？啊？他说拉着帅哥跳舞给我看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年轻过意的去吗？我年轻青少都陪伴你走到老，你还牵着帅哥正在跳舞给我看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什么意思吗你？开玩笑啊！手拉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是我姥姥，坐在轮椅上，然后呢，他牵着帅哥的手跳舞给我看，是这么说的吧？没有，没有这样子说啊。这不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没有这样子说。我阿伟年轻气爽，现在帅的跟啵隆啵隆掉，我都皮球都给他了。我老了，他就这么搞，那这不？夏冬，你的青春没有给我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现在20多岁，年轻气少，我的青春少年都给他了，给他在一起了。青春是给了我，少年没给我。也不至于这样说吧，我就比你大个几岁嘛，大个大几岁嘛。开玩笑的呀，开玩笑，我不跳舞了，好吗？我不跳舞了。你不跳舞也得跳，必须跳给我看好吧，不跳的不行了这一下。哎呀，到时候我看你跳不跳得出来。你不要欺负我老，我跟你说，我老了我也是精神满满的，我相信我的气质。笑得我肚子疼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相信我这个气质，60岁的时候，70岁的时候，我还是一样的精神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的性格就在这里，我的这个气质的习下就在这里，所以我头发都白完了，我头发貌似一打这样子，你带一打，那小姑娘跟着我跑，那开玩笑呢，那有这个东西，难不成小姑娘不跟我跑吗？18-19岁的，
我跟你说，我五六十岁，我一夜的找得到像你现在的十九、二十岁的。那我到时候我一直找十七八岁的。你怎么去找十七八岁的？这个米都控制在我的手中，你没有米谁看得上你？应该。我从你看你没提、啊。你没有米谁看得上你嘛？对不对？我就说来小弟弟亲一个五百块钱，亲一下五百块钱，来就这个发。我亲一个五百块钱。我靠，你这个亲一个五百块钱。我的天哪，那这种人那还那你还说你要去找小姑娘，不要开这种玩笑，现在我们两个是不是你开玩笑的吧，你说你要去找小姑娘，我们两个还不算是老夫老妻，现在我们的人生刚刚开始，知道吧？那你还说你要去找小姑娘，所以我才说我要去找小伙子，对不对家人们？你说老夫老妻了可以开开玩笑，现在我们两个的感情刚刚开始，对吧？我们两个的青春这个年轻七少刚刚开始，你就给我来什么这种话题呢？我接受不了啊，笑得我感觉我笑不出来了，笑得我这儿疼。你很开心吗？你开心的不得了吗？还笑得这儿疼那儿疼的，笑得我气都上不来了。你不要看着我，你看手机吧。我的天哪！啊，家人们，二妹是她是嘴巴硬啊、哦，其实啥也不是，她嘴巴就不服输的。你说她，你说让她说个三加二减五等于多少，她说不成图啊、哦，但是。你说跟他讲道理的话，他不服输的，哪怕他说的没有道理的话，他也要赢，是吧？我说的有道理，好不好？你是必须要赢的吗？输的话你不干的吗？我说的本来就没有错呀。你看嘛，还是没有错嘛。直播也不要乱说，对，不要乱说这种，没有。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说你五六十岁时候你还可以去找小姑娘。不要说了，这个事情不要说，急。No problem， 停。No problem， 这个话题已经过了，好吧？等一下挂什么小黑屋了，我跟你讲就麻烦了。对，这个话题就停。打爆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打一包正能量来直播间2200人，打爆正能量，没有关注阿伟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No problem，No problem， 这个话题已经过了啊。对，咱们兜一个朋友，兜一条路。你们在茫茫人海中能够刷到阿伟是一种缘分啊、哦！给阿伟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。No problem， 对，正能量，谢谢。你这个灯一直亮着。我开心的时候它就亮，不开心它就不亮了。把它这上面关了。不，你把这个关起来，它就自动关了。对，按上去啊你。有一个按钮的，你看这里关了。你按上去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就挂了呀。那我不想关他呀。你为什么不想关他嘛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给我堵一下，就是给我呵斥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就不想关他，是吧？谢谢点赞，谢谢，对，打包正能量，家人们，咱们小红心点一下啊，小红心点亮一下，谢谢。一步两步走，两步三步走，来给家人们聊两句，来坐起来，然后 我开车了、哎、我太胀了，太胀，坐起来，你坐好，坐着，我坐着不舒服，所以我才正躺着呢，太撑了，麻烦的女人啊、哦、哼，变态，好好的说，还是一个大帅哥，明道一大片美女，确实确实以我的颜值吸引的也有颜值粉的，我的粉丝
来，家人们，我就问一句，大家直播间粉丝们有没有因为觉得阿伟帅所以才关注阿伟的？有没有？就是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颜值粉？我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的，非要去靠能力，能力吃饭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觉得阿伟帅所以才关注阿伟的？有没有？有的话就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我不是很帅的人，但是我是那种属于耐看型的那种男人，越看越睡眼的，越看越睡眼的那种。不相信你们仔细看一下，不相信你们仔细再看一遍，我是不是那种越看越睡眼的那种男人？虽然不是很帅，但是越看越睡眼的那种男人。不相信你仔细再看一下，再看一遍，是不是嘛？是不是越看越顺眼嘛？对吧？你关注二妹啊？二妹没有颜值肥吧？我把我以前的照片发出来了。以前怎么了？以前可能好多帅哥都关注我的。二妹没有颜值肥啊，二妹只有这个。我给你们看看我去年的照片啊嘛。看嘛，来看，拿出来。我怕大家被我的眉毛吓到了。大家看不看，家人们？他二妹说给咱们看一下他以前的照片，来看一下，真的看一下，没事，看一下好吧？咱们想不想看？想看打两个字，想看。看一下二妹以前，给大家年轻气少的时候，比较官方一点的，就跟阿伟哥还不认识的时候的照片。去年夏天的。去年夏天的吧，看一下去年夏天的，好吧？对，然后咱们了解一下二妹有没有这个。美丽的一面，这可以吗？这个不行吗？那我换一个也好看的，我换一个甜美一点的。嗯，换一个俄罗斯的那种抓揉。那个不像。谢谢塑料的这个。俄罗斯的那种的吗？嗯。那塑料的玫瑰花，手看是吧？看那怎么打两个字，想看啊？我们一起看一下。这个也不看。来，这个是在岳阳湾拍的。我给家人们看一下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他们要说我是精神小妹。没事儿，这个那十几岁的时候都有一。这个好看吗？刚刚读了书出来的吗？这是刚刚读了书出来的。给家人们看一下啊，家人们，这他是刚刚读了书出来的。去年夏天，你这个视频里面有美颜，你别太尖了。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二妹以前的照片。我以前拍照都只用原相机拍的。他都不用，等一下我点开看一下，他就不用加美颜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手机里面就是我们开直播看点美颜，所以就变了点样子。这样子看要好看一点，这样子看，就是发到这里来的话，它就加了一点美颜。放进来吧，可以了。这个就是没有美颜了，我把美颜关。哎，还是有美颜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美颜了。这个就是以前的二妹。因为我妹妹是开理发店的，她经常搞我的头发。她妹妹是开理发店嘛，以前，然后她也喜欢，就是刚刚读书出来就。我妹妹、我姨妈都是搞理发店的。我给大家换一张更好看一点的，我找。我在那吃火锅，中了个碗。中了个碗，你把美颜关了是吧？关了，我又开了一点。怪不得我这么丑。美颜关了，这个就有点偏浪漫风。什么浪漫风啊？什么萝卜白菜风啊？这个也好看，这个我加了点特效，这个时候身材好。
有点下维吾尔族哦，俄罗斯吗？俄罗斯美女，外国美女，她有点下维吾尔族的，新疆维吾尔族的，也有点下俄罗斯的，这个确实。我跟她刚刚认识的时候，她没那么胖。这个是我在我姨妈的垫子上拍的。哎呦，没有，转一下。其实头发卷的，然后有点成熟。你拿着吧，你拿着，我把你这个关了。这不好看，这个好看，头发太卷了。就是我故意让它夹卷的。看到没有？停了吗？你就一个表情，一个动作，提不提都一样，就一个照片一样的，你就。对啊，我就是要拍照片，然后它那个实况，开的实况。Let's La La Li。刚才那个好看，头发太卷了，就显得有点成熟。我觉得头发的话就不要太卷，也不要太直，就自然一点，有点微微的幅度就行了，知道吧？像刘海就行，太卷了就太老气了。西西点赞，谢谢。我有一张很甜美的，我在家里面拍的。看一下嘛。小屁孩，粉丝们说你是小屁孩。我去年才十七十八，去年。他那个去年那时候才十七八岁啊、哦，也可以说是小屁孩嘛，可以说。但现在嘛，就熟了嘛，熟了，成熟了嘛。我还是感觉这个要好看点。好看，到底哪个好看嘛？到底。这个要好看。再给家人们看一下吧，那你那这个那个马哥跟红果姐姐看过的，我知道、哦、他们俩关注了我快手的这个，对，这个就有点，我把、这个、有点像家人们说的有点鸡水小妹了，这个就哎呦，这个就是有点鸡水小妹，这是我刚染完头发的第一天。我那个时候就只有90多斤，认识阿伟哥之后120斤。拿去！哎呀，你看把这个美颜挂的。你今天没有剃胡子。